我们主教团主席洪总主教，我们的陈副总统，陈副总统伉俪，我们的周副县长，还有翁泉县长，黄院长，各位主教，各位神父修女，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大家平安。真的是一个感谢天主的时刻，也是感动的时刻。我们承办单位台中教区衷心的欢迎大家莅临会场，那也不只是莅临会场的各位啊，我们这次也是首次透过中华电信MOD 以及我们的天主教之声的网络平台，我们做现场的直播啊，我们在此也问候收看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们的黄主教，花莲黄主教告诉我，为了今天的大会，我们有花莲的弟兄姐妹今天早上2点清晨出发哈，不晓得到了没有啊？哦，到了哈。他们到了，我们就非常的安心啊。不过可能我们同时到达的时间比较接近啊，可能还有一些人还在外边等候进场啊。那我仅代表我们的承办单位再次的欢迎大家，我们也希望我们一年的准备的时间所有的活动弟兄姐妹们的奉献参与以及我们到各地去各教区去的宣传邀请的活动大家所汇集的奉献，我们呈现今天的成果，能够带给大家丰富的天主的恩宠。